口音第一位是高雄林先生，林先生，林先生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想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，就是我们只有工业用电才有分离峰，对，跟半离峰，还有离峰时间，所以我们一般的民众享受不到那些离峰跟半离峰的时间，因为我们加工区的工人啊，那我们才知道说有这个事情，然后我们也想不受不到半离峰离峰的时间，我们只能用统一电价，那对我们是不是太不公平？嗯，没错没错哦，所以民生用电无嘛，民生用电没有享受这些嘛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政府也都不会讲这些事情啊。是好，谢谢你们。林先生，多谢。来，南投陈先生，陈先生，陈先。哎、欸，大家好哈。你好。我本身住南投，在做一点小型生意的哈。我每个月的电度大概都是10000多度了。嚯嚯嚯嚯！10000多度啊，可是现在以前夏天大概都是3000多、4000多嘛哈、哦。一个月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不是冬天啦，夏天都5000多嘛。哦，现在涨价可能会到7000-8000哦。嗯，啊，那个大家比较被台电欺骗，然后说有那个什么晚上有那个电费比较便宜啊，哈，嗯，哎，其实骗人的啦。哎，我们家是有一个电表嘛，电表那台电那台抄的时候都是那个度数嘛，那可能说你什么时候用电，他会知道你什么时候用电的度数。嗯，所以说根本就骗人的嘛。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大家千万不要被这种什么尖峰离峰这骗去的，啊、哦，大家都不知道嘛。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啊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以前我们如果去加油啦，或者去那个台电的时候啊，哈，加油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个有一些员工都在加油，40几岁是员工啊。嗯。现在那些员工都没有在加油，都是在里面，我们不敢讲说看报纸啊，还是怎样。现在都是工读生啊。对。照理来讲，应该他的那个成本会比较下降啊。对。可是比较下降，那个他们人也是用那么多，很奇怪，又东西又比较贵啊。嗯。这样是不是没有道理？嗯，是，对不对？是哦，所以陈先生，你对一个月3万几，即摆后摆咪可能一个月要7-8万啊咧、哦，可能真艰苦啦。啊，但是艰苦无紧，但是佫行李佫变歹啦，行李佫变歹。哎，因为大家不敢消费啊。嗯，现在大家都有预期心理啊，不敢消费啊，什么都涨啊，搞不好什么明天又要脱涨一下，什么也不晓得啊。嗯、是。所以说大家应该要去那个台电跟中宏看看。他们人脸现在已经用的比较少，可是都用工读生嘛，应该一个人脸的薪水可能抵不过5-6个工读生啊。可是现在什么东西，他们竟然也要涨价，这样很奇怪啊！啊，你不想支持马总统的改革吗？啊，改革屁的，那什么改革？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吧？快要吐血了，还要改革？陈先生，多谢。综合赖先生，赖先生你好，赖先生。喂，你好，赖先生。大家好哈，我底下有3点要讲哈。是，第一就是要若要罢免吼，爱为高雄迄个林北靖迄个选区开始，就去抬价架构。是。第二点就是吼，呼吁国民党的立委吼，爱学罗淑伦委员为人民发声，唔是为国民党发声。嗯。第三点就是吼，所有的政治人物，蓝绿白两旁，把人民摆中间。好，台湾人民加油！谢谢。好，多谢苗栗温先生，温先生，温先生，你好，温先生。喂，温先生。喂。哎、欸，你好，温先生，你好。大哥，你好哦。哎，你好。因为我住苗栗啦。是。哦，苗栗是国民党天下嘛。嗯。哦，我也是国民党党员嘛。嗯。那我现在我有两个问题呢，是国民年金啦，哈、哦嗯，那油涨不涨是其次问题啊，薪水是不会涨，是已经成定局了啦。嗯。哦。现在我的当初叫我升好，鼓励升，我也一直升啊，升，以前是1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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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苗栗嘛，1万1万1万，第四个，然后升到，3万2嘛，3万2现在好，3万2以前我想，有比以前比较好过一点，然后现在后面小孩子生完之后，3万2之后，分期付款是每年生产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算起，嗯，8000，嗯，3年。那现在奶粉又涨了啦，嗯，然后我们做工人啦，嗯，有做有钱，没做没钱啦，嗯哼，哦，那国民年金也一样，因为我本身就有劳保啊，嗯哼哼，那国民年金现在寄单子来，然后还有好、哦、要缴完之后，那什么滞纳金又要算，那奇怪，有劳保就不一样。嗯，我觉得那你生几个？
我生四个啦，一直生啊，一直鼓励我生，我就继续生嘛，生四个了啦。你还真相信啊？对啊，第四个的时候是32000嘛，苗栗32000嘛，苗栗南中32000嘛，啊，32000之后分3年嘛，一年8000就好像乞丐去讨钱一样嘛。好，温先生，谢谢你。不过吼、哦，不能看他现在补助多少，因为吼、哦、未来一辈子啊，这个小孩子要花钱啊。花到他读大学，花到他读研究所，真的要花很多钱。好、哦，这样，总政府讲，譬如说澳麦比来哈贵啦，哈、哦、啊、其他的这个教育啦等等等，有没有很多补助？要不然老实讲，养一个小孩子真是花很多钱。哈、哦，台南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李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请说，我是个小林的企业家啦，嘿嘿，啊，他那个这个油电还有劳保什么都涨、嗯，啊，涨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现在我是都支持不下去了，啊涨，现在涨，涨得我快都受不了了，我干脆收起好了，是，不要做了，而且劳工的失业率越多了，啊现在买菜的不用着急了，会很多会更多的啦，谢谢。哦，这个李先生，谢谢你。我朋友跟我转述，他说啊，现在是母亲节前夕，他说啊，他去百货公司的专柜，他说有够可怜，说那天专柜啊，他在那里不知道坐几点钟，说到三组人客，啊，但是他说怕你他头前的那个店员有五个，哦，啊，他看到一个没买，有一个买2000块，一个是已经订货来提货，这样，他只看到三组客人，我的意思是。你看现在的这个景气有多糟糕，大家不敢花钱。来，彰化叶先生，叶先生，叶先生，喂，你好，叶先生，嘿，你好。啊，那个我是说那个防止那个人民买蛋买那个碳嘛，他这样做法根本有点不对。如果人民真的想自杀，很多方法了。如果像有开车的话，也可以自杀。有像很多这很多方法啦，安眠药什么东西都可以，像割腕，像我，不要再教了啦，我很不爽马英九，对，我真的很不爽马英九啦，因为马英九这样乱搞，搞得人民已经民不聊生了，是，我这样讲，抱歉啊，希望主持人你可以原谅。好不好？不会，不会，叶先，我想啊，我们也不是教大家。那这个啊、老实讲，大家都知道说，这是舍本逐末。好、哦，这根本不是问题的根源。问题的根源是今天百姓活不下去。好、哦，来，接下来是嘉义黄先生，黄先生，你好，黄先，你好，黄先生。哎，洪你好啊。六六六。哎，洪你好啊。嘿。哎，我来要一下，你台好老师都说讲一个奥妙啦、哦。我之前在这边吼，我算有租房嘛。对。啊，菜买吼，菜买人买物件，迄条一定拢有空气上的。啊，你看台电的移开遐侪，买遐侪，去看，迄条一定是这个问题尔，越来越多。嗯。啊，愈开愈贵。是。哦，就是这样尔。是。哦，安尼黄先生，你地位比我较悬吼。等一下回来啊，我们这个继续讨论，先休息，进广告。